齐如意则是凭借哭戏出名的，她的哭戏撕心裂肺，极具感染力。小时候的齐如意说话结结巴巴，十分不利索，为了解决她的结巴问题，齐如意的爸爸将她送到了课外朗读班。齐如意每天刻苦练习，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勤奋的她终于把结巴练好了。没想到齐如意的勤奋不仅使她的结巴好了，还为她带来了一个机遇。朗诵班的老师见她气质佳且能吃苦耐劳，便把她推荐到了电影制片厂，自此他便成功开启了演艺之路。齐如意的首部作品是6岁拍的那部电影《飞鹰》，他在片中饰演一个受气包妹妹，虽然只有几分钟的镜头，但他在片中被人抢走棒棒糖的时候委屈落泪的样子让观众印象深刻。一个角色都让人为其坎坷的命运而动容，皆是感人至深。在拍摄火红的柿子时，因为剧情需要，齐如意整整在水中泡了9个小时，就连当时陪同她拍戏的妈妈都是十分胆战心惊，事后回忆起来也是心有余悸。那时候只有10岁的齐如意十分坚强，无论条件多么艰辛，拍戏过程有多么累，都坚持下来。而随着催泪大戏暖春开播，揪心的剧情，苦情的人物设定，更是让不少观众随着剧情起伏而流泪。剧中的他身世可怜，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，却是受尽了磨难。他在剧中的哭戏也是很逼真，表现得自然大方，真情流露，将一个命运坎坷的女孩表现得十分传神，赚足了观众的眼泪。随着名气越来越大，找齐如意拍戏的人也越来越多，为此耽误了学习时间。但是齐如意的学习成绩却一点也没有落下，成绩优异的他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。为了更好的学习，他渐渐淡出了娱乐圈，前往澳洲留学。如今的他已经20岁，长成一个人见人爱的女神模样，自拍的时候露出的委屈模样还隐约看得出在暖春中饰演的小花影子。模样青春可人的齐如意，有着与国民闺女之称的关晓彤是同年出生的，她的颜值不输关晓彤。至于演技方面就更不用说了，6岁的时候就能将哭戏演绎得如此之好，相信长大后的他演技也不会差。期待学成归来的齐如意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。